大家好，森森来了，死神羁绊之刃又来啦！各位，今天这个算是我们大家万众瞩目、众所期待的这个限定招募 UR 专武池这个东西终于来了。这个东西其实也都是在各位玩家的一个这个时间的推算上，也算是出来了啦。那我相信看到这个池子，就是第一个专武池出来以后，我相信未来泥路出来的一个时间，我相信已经指日可待了。只是至于是多少时间，那我们目前台服这个部分它已经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一个乱了啊，因为会有一些投票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可能会让它去跟国际服的一些出卡顺序或者是活动一个顺序不太一样。看未来好像不是还是会出一个雨季的这个我们的练次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活动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好奇的应该就是这个 UR 专武池啊，我到底该不该碰？那今天的话，森森先在前面提几个抽卡前的一个重点，然后我会用飞快的一个速度把我的专武池抽完。好，先跟大家讲一下，森森是会抽的。好，那待会到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抽。那我在抽卡的时间，我会用非常快的一个速度直接敲过去，因为这个目前咱们这个死神羁绊之刃的这个游戏里面，不管是抽限定角色也好，或者是抽我们的这种 UR 专武池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运气可言的，因为都是固定的保底的。可是我觉得死神这个 game 佛就是佛在这个地方啊，像我之前有玩其他的一个游戏保底一只角色，哎嘿，200抽保底，不好意思，那你假如运气好的话，你可能在中间 maybe 10抽20抽就中了。可是你运气弱势不好的情况下，就是200抽活生生才给你出一只角色。那我们死神这个 game 一只限定角色就是50抽，那你要拿一个专武有一个数字来了，就是大家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数字，就是15600的这个保底，可以抽到我们的这个 UR 专属的这个武器，一定可以抽到一支。那其实在这边部分要跟大家修正一下，因为我看很多小玩家大家都会去准备你的魂玉来去抽这个东西。各位，你准备15600钻是绝对抽不到一个专武的，我跟你讲，你要准备的是21600钻那21600钻这个部分的话，你是要去扣掉当月就是当次活动的这个累消保底，60000钻以内都可以去打7折的一个情况下，各位是算上这个东西是才是15600钻。所以你今天你真的下定决心铁了心肠的要去抽这个专武的话，麻烦你请准备21600钻再来去搞这个活动，不然到时候你搞到不上不下，那你专武还没搞出来，你可能还差那么一点，因为活动只有3天嘛。那大家一定要去斟酌的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好，那各位先不跟大家废话那么多，我先把森森我的这个保底池直接抽出来，然后来给大家去做个统计跟结算，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开抽。对了，各位，我在我开抽之前呢，要先跟大家讲几个备注重点。就是你们不要就觉得就是说到底该怎么抽啊，然后保底的机制是怎么样啊。各位你们看一下累积奖励10、20、50都各给你一个，然后80跟100的时候会各给你2个，所以再加上这些东西的种种的一个情况，各位你们只要记住一个公式啊，就是我每10连抽会给你4个人物碎片，那每20连抽呢会给你5个武器碎片，那当然30个人物碎片可以合成一个2星的一个角色，因为这次的专武场是老头跟春水嘛，对不对？所以30个碎片可以合出2星的角色，50个武器碎片可以合出一把他们的专武，可以2选1，因为是选择包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专武池的话，每10连抽是1440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的一个保底21600钻。就是要抽150抽的一个概念。
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它是要抽这个，用这个这个额外要去花钱买券的。所以你假如说是无氪维氪玩家，你肯定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用魂玉抽。那用魂玉抽其实也不亏啦，因为现在有返销嘛，对不对？好啦，先前的一个备注先跟大家说明起来，那我现在就直接开始抽，先把免费的抽掉。这个免费的啊，各位。第一包肯定是这个东西，不要觉得你哦，也不要觉得你很厉害，反正大家基本上都是应该是这个情况的。好，然后你把这个80的这个也把它抽下去，这样子对你的这个整体的效益来讲，可以节省再节省，好吧？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十连抽。哇、wow, ，抽到我的 Ruby， 各位先跟你们讲一下 ，SSR 抽得到本体啊 ，UR 抽不到 ，UR 只能抽到碎片。然后我们在100抽的时候，我们停一下，我们把这个该领的奖励领完，反正这100抽总共会额外给你7片武器碎片，然后我们累积到现在的话，加上这个7片，累积到现在的话就是102抽，我们总共有40个、人物的这个碎片。37个专属武器碎片，好，我们继续把剩下的50抽抽完。哇，抽到白哉啊！我跟你讲，现在抽到白哉真的是香喷喷啊，白哉可以开启他的那个心脉，爽！好，各位，现在是142抽，你假如说是第一天就搞定的话，那就是剩下的8抽，我建议你就干脆10连抽直接弄过去了。那你假如说你是比较算的比较清楚的啊，你可以把3天的保底抽都抽完，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再节省到更多的一个魂玉。那深深我今天是为了拍影片，我就直接把最后的10连抽直接抽完。好，所以现在结算到152抽的一个情况下，我总共拿到了60个人物碎片，然后加上刚刚的那个保底45+7，那就是52。那我这52拿完以后，我还有这个累销奖励。好，累销奖励都拿完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是54个专属武器碎片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总 total， 来54个专属武器碎片，加上60个 UR 的这个碎片，那这个东西就是千篇一律的固定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若是你想要搞两只专武的话，那就是这个魂玉21600魂玉乘以2，然后再乘以0.7的这个折扣，所以就是可以搞两只专武。所以各位，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了。那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这个专属武器直接换出来。那深深这个部分的话，我肯定是换老头的一个专武了。那我这边就直接的给他换出来，来。流刃流水，不是流刃落水碎片，我就直接把老头的专武换出来，50个专武换出一支武器，我直接做一个合成，然后再给我可爱的老头。啊，老头不可爱，老头有点老，不过他是长者，我们要敬老尊贤，好吧？那我直接，B C 来直接觉醒，敲下去。好，老头他其实多一个专武的话，就是在于他的这个控场可以控得更有效率一点，不会说一直控不到了。那当然你弄了专武不是也不是说100%就控得到，这个也是要完全凭运气的，好吧？你搞不好没有专武也控得比我到啊，反正这都是凭运气。好啦，各位，抽到最后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结论，因为我发现在台服的很多各位啊，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一次活动我到底该不该去搞这次的活动呢？其实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要去想一个问题，你要看你现在手边的资源有多少。因为大家都在想说，哦，现在老头专武，那迷路好像未来又快出了，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等迷路吗？还是直接弄老头呢？
我觉得各位，你应该是要先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荷包啊，就是你现在玩这个死神这个 game， 你是什么角度？你是无氪吗？你是维氪吗？还是你是小氪？那你先知道你的定位。若是你是前者，就是无氪维氪的话，那森森我在这边个人推荐建议一下，你还是把老头的专武弄出来会比较好一下。哎，各位，我这边要先跟大家先做个声明啊，就是这个仅仅单纯只是森森的一个个人想法，你们就听听。然后至于要不要做决定，你们自己去做决定。好，因为玩游戏嘛，游戏是死的，而人是非常活的，你可以去自由去调配一下你想要怎么玩，好不好？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老头的这个控场，再加上老头的这个坦度硬度，我个人觉得可以帮助你前期、中期、后期。因为我看国际服的大佬，老头这只角色基本上还是一直存在于现在的这个战场上面的，所以老头这个角色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用的。那再来的话，你想想看，好，你这一次若是老头 pass 了，你是五克维克啊，老头 pass 了，说句坦白话哦，因为我有去细算过，你看未来出泥路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会去存这个魂玉穿界门代币这个东西？好啦，我2个礼拜或4个礼拜、1个月过后出泥路这个角色，那我们就当做我们的这个魂玉代穿界门币这个部分，你可以存到100个代币。那我上次森森不是有抽过那个白衣户吗？帮别人抽，然后500抽，就是总共你要500抽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直接弄出一只五星的泥路。那五星泥路意味着什么？它会官方当初的当下的活动会直接送你它一个它的专武，这个是效益最高最高的，因为这叫做一波上。那我要跟各位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你今天就算省了15000魂玉，若是你到最后没有办法一次五星抽泥路的话，我都会很不建议你在那个时候去一次搞，把你的魂玉全部都砸下去，结果砸不到五星，那我觉得效益是非常低的。你还不如把泥路抽出来50抽，然后等下一次的一个专武池出来，泥路专武池，然后在那个时候砸，你边砸他的专属武器，又可以边砸他的碎片，剩下的我再用万能碎片补齐，你不觉得这样子比较 OK 吗？那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仅限于你的魂玉不足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就会多出了一些问题，该花多少魂玉你才可以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五星灵路了？那我们就以100抽来说好了，我们有100个穿界门币，那500抽减掉100，那就是400，我们必须要有准备抽400抽的魂玉的这个钱。那400，那我们一抽是216，400×216就等于是86400。那86400的一个情况下，当下一定有累销活动嘛？86400减掉60000，这个是得到是26400魂玉。那我们剩下的60000直接乘以0.7，就打7折的意思，那就是42000。42000加26400魂玉，那等于是你想要在那个活动迷路的活动里面一步到位到五星，并且你有100个穿界门币，你必须准备68400魂玉才有办法一次到位。那你今天就试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现在手边的魂玉假如说刚刚好就是15000-16000左右的话，好，我给你1个月的一个时间，你应该是可以存大概10000多魂玉左右，应该是没问题吧？因为森森不是都有试算过了吗？那你可以按照那个公式去算。好，那你加上去的话，那你撑死也大概30000左右的一个魂玉。好，你穿界门币免费白嫖存到了100个，加上30000魂玉。不好意思，你可能五星可能还沾不上边，你可能就是大概是3星到4星左右这个看涨，那你没有办法一次拿到专武，那你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大家里面一定要去想清楚你现在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搞出老头的这个专武，
那我在下一次的尼禄的这个活动，我基本上我假如说没有再去氪金的一个情况下，魂玉会非常的一个正常，不可能到六万多的一个魂玉，那我一定会在那一次我就花50抽保底，然后我再等下一次的这个装武池的活动，我再把尼禄的装武池，然后慢慢的用万能碎片4星、5星、6星，甚至有一天可以到7星，这个是深深我的一个规划，然后也分享给大家。那我不晓得我的这个论点对不对，那因为我有去跟这个 K 大，就是我们国际服的 K 老有去请教过，他也是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尼禄的后面还是有装武器的，若是没有办法一波搞上5星，那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去等武器池，然后你初期先让你4星，然后透过装武池跟后续的活动跟万能碎片，慢慢的让它5星、6星、7星，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啊，老头这只角色对于深深我来讲，我很喜欢这只角色的一个定位，玩游戏开心最重要。当然，这个练的一个方向哦，你当然也不能够差太远啦。老头还是一个主流角色，所以深深搞。那你们要不要搞呢？可以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魂玉。假如你目前的一个魂玉非常的一个健康哦，那搞一个我觉得完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尼禄呢，你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你不氪金你要一次到5星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除非你从头到尾的魂玉都没乱花。可是玩游戏嘛，深深我也是到处花呀，这边花一点那边花一点，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啦，好吧。好，那今天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我抽老头装武，然后跟要不要抽这个主题琢磨了一些时间哦，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假如说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帮助，那可以帮深深订阅、按赞、分享。深深不定期的都会开启直播的一个聊天活动，那死神的一个部分就是冲波爬塔流啊，那大家只要喜欢的可以帮深深订阅点赞一下。好，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就简单的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大家拜拜。